时光荏苒啊，半年之后啊，又来到了这个地方啊。好了，老板。哟，老哥。哎，海林来了。来了，老哥。来了啊。认识认识。啊，怎么半年没见，胖了？略微胖了一点。胖了，胖一点啊。吃的好了。啊，来一份那个羊汤。哎，好。你这个羊汤离我太远了。半年没来了。上次喝你的羊汤喝上瘾了。想了。啊，想了就是太远了。你要近，我天天来。嗯。怎么现在经营项目增加了？对啊，来，你看什么？我给你整一点，你看一看。啊，这是我们灌的肉肠子。哎呦，哎，都是瘦肉啊，瘦肉。对对对，弄一点尝尝。好，弄一点，弄一点。来，蘸一点，蘸一点。直接蘸，直接蘸，直接蘸，蘸花椒酱。这不是我是恩科那个玩意儿吗？对，是不是一个东西？那是老表哥，老表哥，我们的小表弟。啊，我是恩科，就是吃这种东西啊。尝尝啊。哎，好吃。可以啊，真的特别香啊，肉香啊，特别香，特别香。这一块得不少钱吧？这一块，这块得不少钱吧？有个几块钱吧，也就是，也就几块钱。这一个几块钱？我们用秤的，这么便宜吗？也就这样。哎呦，不行，吃上瘾了。这个在某堂，怪不得恩科老吃这玩意儿，老喜欢吃这玩意儿。那谁吃谁喜欢呀？好，这给我切进去吧。再切一下，嗯，好嘞。然后要羊血吗？啊，羊血要不？羊血来点吧，一点。要钱吗？哎，不要钱。啊，免费的羊血，来一点。哎呀，你还是你们这边豆上那边生活水平高啊？我们这儿还行吧。啊，就普通乡镇的。这是豆庄啊，豆庄的那个。老张，啊，错了，这是豆庄张家老摊群啊，在这个豆庄集最中间啊，就这么一家，就一家啊，他家的羊肉味道非常好。谢谢，这小羊还挺倔，你看，羊，好了，这羊好可爱啊，嗯，呀，这黑山羊，野性真足啊。这什么？这是肉肠。肉肠。哎，好。包的瘦肉都是。给你来，快尝尝。真香啊！好好尝一下。啊。来了汤。咦，这汤，哎呦。行吧，吃香菜，直接来点。好嘞，再来点香菜。漂亮啊！这香菜好啊。哎，好看。嗯。漂亮。这老帅帅的老板啊，哎，你现在怎么改风格了？怎么改成嘻哈风了？怎么？我得抱着头，我得抱着头，要不然会掉头发的。哦，讲究卫生。啊，我得抱着头呀。啊，卫生妹妹。啊，好的。哎，老板，老板，你们那个羊都用的那种小黑羊吗？不，也有白山羊。也有白山羊。黑的和白的哪种好吃？黑的稍微好一点，黑的生长年龄长点。黑的就是长得慢，长得慢啊！我说的怪不得你家羊汤那么好喝，你家这脾气还挺倔的了。这种也就是说有六个牙，六个牙，六个牙的话，差不多要三年左右。三年的羊最好吃，几年的羊最好吃？差不多两三年。两三年，要不然太过的就太老了。啊，就是大了就太老了，小的太嫩了。小的就你煮汤，它煮不出鲜味了。啊，你看它这脾气也挺臭，你看。很生气啊，不过看着蛮可爱的。这羊条件里抵人啊，这玩意儿还抵人啊，还抵。哎呀，这个老板挺好的啊，虽然说只见了第二面，这是第二面啊，给我搞了一个羊头纹啊，你看，拿了一个羊头纹啊，回来放到我们的小院里边啊。哎呀，兄弟们啊，又来到了这个豆庄啊，喝一下那个张家豆庄山羊啊，你看这个肉啊，这是。20块钱的啊，哎，你看这个肉，哎，盖了帽了啊，到头了，啊，到头了。然后呢，我和这老板啊是第二次见啊，因为我们刚入这个行业的时候，刚入美食行业的时候拍的第一个视频，第一块羊汤就这家。然后呢，我们俩就互相关注，然后呢，知道我们弄个小院，你看还给我们留了一个羊头啊，挂在我们的小庄园上面，非常的，老板那个非常人非常好。兄弟们啊，你看了啊，喝羊汤。啊，吃这个羊肠，哎呀，好东西啊！哎，这玩意儿是太好吃了。
啃羊蹄，臭白酱，玩羊角，一个地地道道的山东人，太会玩了，吃好喝好玩好，吃好的喝好的玩好的，那羊肉，这个羊肠肉太多了，啃个羊蹄，羊汤是20，羊肠是20，羊蹄我没问，快结账时就知道了，40-50块钱，吃的饱饱的。太过瘾了，下回我还来。来到了不知道老板烦不烦。然后他给我们弄了一个这个焖肉肠，现在经营项目多了，生意比以前好了。稍微多了一点，稍微多了一点啊。以后常来，你说离得远，离得近的话没事常来啊。腌制肉肠，刚才我听后边在讲说这个肠最好吃啊，后边在讲啊，我就单独要了一份啊。原来我们是没有的，我不知道有啊。啊，你尝尝啊。哎，这个我是人科，就喜欢蘸那个芥末叫什么？花椒酱花。韭菜花啊，我是人科啊，不对，我是人科得有道具啊。你看，想起来了啊。哎，我是人科啊。带上我的饭店啊，确实香。这个有没有门道没有？这个一根羊的话，留的羊肠也就是说有这么长，大点的好像到1米左右啊。然后就是最粗的那一节带点肥肠，就是我们最粗的那一节肥肠啊。一只羊有个就这么不用调料，直接煮，直接煮的，用点花椒水把肉泡一下。泡一下，然后灌在肠子里。不是，这玩意儿怎么这么香呢？肉香啊，就是也没有盐。谁吃肉不得劲儿是吧？哎，可以啊。我觉得比那个人吃的好吃。那个真没吃过，咱这有模型样的，斜来的。这也是黑羊肉吗？这不是黑羊肉，这是小的。黑羊肉煮的时间长啊，它煮不过的。看这肉啊，豆庄大姐啊，某音的豆庄大姐想来喝的啊，到这边找，就这么一家吧，就这么一家，豆庄集就这么一家呀，哎，就这么一家啊，存在即合理，别人干不下去，人家能干得红红火火，说明这个生意是非常好的。你看现在才几点钟？现在才8-9点钟，你看人又这么多，那你要到中午了得排队啊，兄弟们，大路都得吃起来，嗯。给兄弟们干汤，您的小油花太好了，点个赞啊，豆庄大姐，啊，感谢啊，感谢，啊，哎呀，这么多人排队，他们家土豆肉好吃吗？啊，吃不好，你看不好意思笑了。